我们的惩罚时间。我明明猜对了，但是呢，今天我的铁粉8000万反杀我，所以呢，我就要来和小倩一起来执行我们的惩罚了。没有啦，就好吧。对，好，那小倩呢，昨天还特别先学了哦，我们一起来验收看看今天小倩学的怎么样了。那我们要跳的呢，一样是非常经典的剧，相信大家都有听过。那我们废话不啰嗦，马上来咯。好，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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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。好，这是小倩的部分，大家觉得怎么样呢？那因为呢，现在还有时间关系，那刚刚其实呢，我后面呢也有学完，所以呢，他们就敲板说，是不是呢，我把整首跳完呢副歌的部分？好，我在旁边加油，加油！好吧，好吧，那我就来跳一下，就是中间副歌完整的部分哦。好，小倩就是我的啦啦队喽。好，5678，噔噔噔噔噔噔，哎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哎，我觉得很紧张，好好。没事，加油加油加油！好好好好好好，再一次再一次，好的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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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在旁边加油，耳机里面一个很大声的掌声，谢谢大家。来来来，小倩回来，我们要一起来做结尾。好，那我们今天的应该说这整周的惩罚都会是少女时代的舞，大家敲完还想要听到哪一首，看到哪一首的舞呢？我们会努力学给大家看的，心脏大可。好，那感谢大家今天的收看，我是彭琳涵，我是邱小倩，我们下次见咯，大家拜拜。